这个车子坐了一周的时间啊，已经坐得差不多了，然后迫不及待想要去测试一下啊，因为是给朋友坐的，所以说我要亲自测试一下它的安全性能，安全的话啊，才能给我那个朋友发过去。等会儿我测试好了，然后再让你们来体验啊。好的，好，这个打火开关这边我还没有做，我是有点心慌的人，我要先开一下。我也走了啊。难路上你们那个车调些还是爽，调些安逸好。我那个车一不抖点，那个不抖，可能坐起来安逸点很好。这个减震效果还是特别的棒。对，这个减震极其的准。好，算是成功了，可以跑过了。